苹果手机换原装电池好还是第三方大容量，三种行为供你选。就在前几天，我刚好为苹果 iPhone 6秒换了一个快电池，而这个电池正好是第三方大容量电池。那我的建议是换第三方电池吗？并不是，这一切要根据你的苹果 iPhone 手机具体情况来定。如果你的苹果 iPhone 手机还在保修内，或另外买有 Apple Care 价服务计划，那么我建议大家直接去苹果 Apple Store 售后更换。为啥？因为苹果零元换。这图是来自苹果官网的 iPhone 电池服务定价。如果你的苹果 iPhone 手机不在上面说的情况下，你可以选择保外更换，而保外更换价格苹果公司也是明码标价，相比第三方来说价格是贵了点，但胜在放心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，动动手指点个赞，就是对我最大鼓舞。